今次揀咗五間銀行做出糧户口迎新優惠比較，到底邊間最筍呢？如果你月入有5000元，建議你揀渣打。只要你揀咗佢哋做出糧户口之後，頭三個月平均有5000元糧，已經可以賺到100元。如果月入去到10000元啦，就揀建行啦。只要響揀咗出糧户口服務之後4個月，連續2個月有10000元人工。200元就代代平安噶啦。如果月入去到20000元咯，就建议你揀渣打。只要你揀咗佢哋之后头3个月平均有20000元粮，咁我真系恭喜你啊，300元入手。如果你月入有30000元啦，就揀 Citibank 啦。不过就要先响头2个月存入500000新资金，再加埋每个月30000元嗰笔，先至赚到1800元。如果冇50000元嘅话，都系揀翻渣打啦，300元都唔错噶啦。重点唔怕讲多次。以上所讲的全部都是迎新优惠，亦都不接受现金、支票和经银行电子转账系统汇入的存款的。申请信用卡，看看 Hong Kong 卡，你的生活理财平台。